这个男人正在种土豆，你看他熟练的倒土、修整、施肥、拆秧，动作一气呵成。他不是农民，而是一位宇航员。他也不是在哪个山区体验生活，而是在距离地球8000万公里的火星。为了生存，不得不自力更生，而种植土豆是他唯一的选择。故事还要从前不久的一场灾难说起。这个种植土豆的男人名叫马克，原本他和另外5名队员在火星上执行任务，可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暴彻底地打乱了他们的计划。风暴来势汹汹，几乎要把他们返回地球的赫尔墨斯号飞船吹翻，他们必须在飞船倒塌之前离开这里。于是几名队员在队长的带领下开始从休息舱赶往飞行舱，外面伸手不见五指，他们只能靠对讲机彼此联系。突然风暴卷起的太阳能电磁板砸中了马克，他瞬间消失在队伍里。队员想去找，可根本找不到他的踪迹。更为不妙的是，监控中心监测到马克的宇航服发生了破裂，他会瞬间失压，而在失压的情况下，马克不可能活过1分钟。一边是5位队友，一边是生死未卜的马克，队长没有犹豫，只能带领其他队员纷纷登上了飞行舱，在飞船倒塌之前快速驶离了火星，向着地球全速迈进。马克就这样被遗留在了火星上，所有人都以为马克已经死了，美国航空局甚至公开宣布了马克的死讯，但他并没有死。一根天线刺穿防护服，直接扎进了他的肚子，而天线和血液又意外地堵住了裂口，他因此捡回了一条性命。为了止血，硬核的男人也顾不上是否消毒，直接用订书机缝合伤口。你看他痛苦的表情，就知道这有多痛。接下来自然就是生存问题了，他必须熬过4个年头，才会等到下一批载人飞船来到这里执行任务。而生活舱里的食物满打满算也只够吃1年，剩下的3年他要自己想办法。好在马克是一名植物学家，他找出了一些土豆存货，然后搭建种植基地，挖土，利用太空上保存的粪便施肥，再插苗浇水。一切完成之后，马克发现要想土豆发芽，光靠现有的饮用水显然是不够的，他必须想办法创造出更多的水。知识的力量是强大的，他采集氢气，再植入氧气，最后燃烧就可以制造出水了。第一次试验，氧气的分量没有掌控好，爆炸了，差点把马克烧糊。第二次他成功了，源源不断的水源被创造出来，土地很快就变得湿润，空气中都充满着潮湿的味道。不久之后，一株象征着希望的嫩芽破土而出，马克成为火星上第一个培育出土豆的人，他兴奋地差点跳了起来，这是食物，更是生存的希望。而此刻的地球上，宇航局正在为马克举行葬礼，人们的生活按部就班，几乎就快忘记了马克这个名字。这时宇航局的一位职员意外发现火星表面多个笨重的物体发生了移动，宇航局这才开始意识到马克竟然还活着，但高层并不打算将这一消息告诉马克另外的5名同事，以免影响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只是对媒体公开了马克还活着的消息。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马克就不得不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和下一批到达火星的宇航员相遇。下一次的任务地点距离这里有5100多公里，他必须提前到达那里，以便熟悉来回的路线。而他仅有的交通工具就是一台依靠太阳能电池才能发动的火星车。开着火星车最快也要50天才能来回一趟，而最难的是这50天所需要的食物、水源、氧气该如何解决呢？没办法，他只能再次化身为科学家，利用一个微型生命维持装置给火星制造出了氧气。然而行驶一段路之后，新的问题又来了，火星表面昼夜温差极大，为了节省火星车的电量，他不能发动加热器，可继续下去他只能被冻死。于是他挖出了一台放射性同位素发电机，冒着核泄漏的危险总算解决了取暖问题。一段时间后，土豆终于可以收获了，看个头比想象中的还大，现在食物已经不成问题。马克突然想到之前有一架废弃的探险者号卫星被遗漏在居住舱的附近，找到它也许就有办法和地球取得联系。马克驾车立即行动，果然在一堆黄沙里发现了探险者的身影。此时宇航局内一位全程关注着马克一举一动的同事大胡子也敏锐地察觉出了马克的意图，他找到探险者号的生产商，恢复了探险者号的接收器。马克那边也已经恢复了探险者卫星，他在摄像机前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你看到我了吗？
牌子旁边立着另外两块牌子，上面写着是或者不是。马克知道宇航局只能通过摄像头来回应自己，所以才特意设置了这种简易的答案。宇航局这边按照大胡子的指示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虽然消息来回要32分钟，可起码他们彼此知道了对方的存在。马克也终于燃起了生存的希望。为了方便交流，马克用航空专用代码围成一个圈和宇航局进行交流。宇航局也立即明白了马克的意图，双方开始以这种方式传递更为复杂的信息。按照宇航局的教程，马克成功将探险者号的电脑与宇航局取得连接。在收到宇航局发来的第一条信息时，马克惊喜万分，连声音都在颤抖。当得知宇航局并没有把他活着的消息告诉原先的伙伴时，马克愤怒地大爆出口，甚至直接问候了美国总统。他们的对话是全球直播，总统自然也看到了马克的牢骚。他并没有生气，而是亲自打电话过问了这一情况。迫于各方压力，宇航局终于决定将马克活着的消息告诉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那五名队员。当远在太空的他们得知这一消息时，所有人都在惊喜之余又都内疚不已。一种抛弃队友的罪恶感笼罩在每一位队员心头。他们想办法与马克取得了联系，没想到马克并没有责怪他们，反而安慰道，在火星上种土豆的感觉挺好。好在宇航局正在积极准备救援计划，而最快运送物资的飞船也只能在2年0.4个月后到达火星。好在马克现在的食物储存量足够坚持3年。就在这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时，意外再次出现了。马克的种植基地突然发生爆炸，所有的农作物全都暴露在火星表面，瞬间就被冻死了。这下马克所有的补给只能够维持不到2年的时间。为了尽快将物资送达火星，宇航局高层不断阻拦，决定放弃对救援飞船的监测程序，直接进行发射。没想到意外出现了，飞船升空没多久就发生了爆炸，新的飞船何时可以升空没有人知道，救援计划陷入了困境。就在这时，中国得知了这一消息，决定取消太阳神计划，帮助美国宇航局完成这次救援任务。美国宇航局得知这一消息十分高兴，急忙部署第二发射任务。这时一个年轻科学家找到大胡子，告诉对方自己有更好的办法拯救马克。年轻科学家的计划是让返航的那架赫尔墨斯号飞船借助地心引力再次返回火星营救马克，但此时的飞船由于速度太快无法进入火星轨道，只能让它经过某一定点，马克只需想办法乘坐微型飞行器和飞船在定点汇合就可以获救了。这个计划虽然风险重重，却可以一劳永逸。但最大的问题是选择让五名宇航员冒险，还是放弃马克一人。宇航局高层陷入了矛盾之中，得知这一消息的赫尔墨斯号另外五名队员全部自发决定同意返回火星营救马克。他们已经放弃过一次队友，这次无论如何他们都不会放弃。于是所有人的工作重心就是确保马克如何才能在外太空和营救队员汇合。几个月后，中美展开了一次航空合作，中国的太阳神飞船顺利升空，并在地球轨道与赫尔墨斯号飞船成功对接，它将帮助赫尔墨斯号更快地飞向火星。马克这边也在为即将到来的会合做着最后的准备。就在马克以为一切会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时，新的问题再次出现，马克乘坐的微型飞船动力不足，根本没办法摆脱火星引力到达预定地点，唯一的办法是为微型飞船减重。马克不得不丢掉不必要的负重物品，再卸掉飞船的船鼻，用一块帆布做遮挡。就这样，一架敞篷飞船改造完成，只等最后的发射指令。这天，马克剃掉杂乱的胡须，修剪邋遢的长发，穿戴整齐，因为他即将离开这里，离开这个他独自一人生存了近2年之久的火星。即将升空的那一刻，他百感交集，但他根本没有多少时间感慨。飞船急速升空后，巨大的冲击力让它很快晕厥过去。此时赫尔墨斯号也即将到达预定地点，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马克到达的高度还是太低了，船员们根本无法接触到他。万般无奈之下，队长当机立断，炸掉飞船上的机动舱气阀，形成一股主推力，让飞船靠近马克。随着爆炸声响起，飞船剧烈的震动过后逐渐向马克的方向靠去。队长立即乘坐绑着一根绳索的救援椅去拦截马克，距离还是不够。好在此时马克已经苏醒，他扎破宇航服，用溢出的气体当作助推器，成功和队长汇合，两人在宇宙中紧紧相拥。
面对着来之不易的相遇，两人百感交集，红色的救援绳像彩带围绕在两人周围，在宇宙中形成了一幅无比壮丽的绝美画面。多年以后，马克早已退居二线，成为航空学院的一名教师，可每当他看到破土而出的嫩芽时，他总能想到自己在火星种土豆的那段经历。那是一种绝处逢生的勇气，更是一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他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每一位学生，希望他们记住这种力量，勇敢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这部《火星救援》并没有太过烧脑的剧情，有的只是一个男人在绝境之中永不言败的勇气，以及一帮战友不离不弃的动人情谊。可喜的是，为了迎合中国电影市场，影片中强行加入了中国航空飞船的身影，不得不说，这与中国日益强大的航天技术息息相关。希望未来可以在海外电影中看到更多的中国元素。好了，今天的电影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